那我是希望哦，各位可以去网络上抓类似像这种公务的啦，因为如果私人的，可能有些要花钱去买，像一些金融相关的数据资料哦，虽然网页上都有，可是很多就是说你小部分抓是不用钱，但是你大规模抓的话要花钱哦。OK，那如果要花钱的话，那当然我们不可能花钱去抓这个资料嘛。哎，但是如果说假设你会爬虫的话哦，其实你也可以怎么样？虽然它小规模，但是你可以怎么样，把它化整为零嘛，有没有？爬一爬，把它拼凑在一起也是不用钱。OK，不过前提是你要有这个技术啦。所以如果假设你不想花钱，